一个市长上任有没有认真，会不会做事，那市民看得最清楚。该不该请假，请假是不是妥当，市民自有判断。总统跟市长更不一样，总统日理万机，要为国家做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事务，岂能像韩国瑜一样啊请假啊跑去自己选举，放弃了高雄啊，总统不可能放弃台湾。当初在审查的时候，国民党是主张不只是一例一休，而且是两例的。那现在我们在把法施行后，各种需要在改进的地方大幅的改进，那不是韩市长随机的喊喊，更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到每一个县市都喊着要盖机场、要办赛车啊，在高雄已经开很多支票。都跳票了，现在到各处喊啊，全国同胞我相信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看到详情上，昨天中执官刘慧传说是因为很多像政府会不满，说这个名单太多了心气跟福气。我当过党主席，知道党主席不好当，我也会给主席多鼓励，主席来拜托我当工作，作为党员我会帮忙。至于党的各种事项，由党去说明。现在有传出说，这个苏家庭院长就说，既然有苏院长，为什么没有他？这个由党说明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